找出徐雅君他们一家人炒股的内幕，有这样的情况吗？表情严肃，不乏抑郁。许久没露面的董事长徐循平召开经营国际股东大会，试图安抚股东们不安的心。不太好，你是有那个套牢吗？目前一点点。会这么担忧，就是因为董事长徐循平在内线交易案里已经认罪，承认今年8月先后出脱200多张股票，规避损失上千万元。而除了他，小 S 的公公二度被传唤，也一改先前的否认态度。 不出地结束，小 S 的丈夫徐雅君一路护着爸爸。穿着黑外套的许庆祥一上车猛打哈欠，表情超疲惫。原本不认罪的他，二度被传唤，却向检方改口，愿意考虑认罪并缴回不法所得。徐雅君则依旧否认。法界人士推测，许庆祥可能是想一肩扛责，让儿子全身而退。小部分的积蓄也交给公公，请他帮我处理。然后有时候在旁边偷听他跟我老公聊天，然后顺便学习一些投资上面的东西。 曾多次在受访时夸赞公公的投资眼光，儿子徐雅君也很认真在学习。无奈涉入内线交易，如果许庆祥真的认罪，其实只要缴回犯罪所得，就算被起诉也能争取缓刑。但检方看他态度犹豫不决，决定再给许庆祥时间考虑。本月底一切真相就能揭晓。刘秀成、吴宇轩在台北报道。